在学校锻炼可以提高考试成绩。研究人员通过体育运动带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学习地理等基本学术技能。他们发现，与未参加该计划的学生相比，达到标准化考试目标的孩子比例从 55% 增加到 68.5%。 这是事实，但是有希望。虽然在学校锻炼或学习时可以提高孩子的测验成绩，但这项研究还增加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锻炼对身心都有益处。你有没有想过，今天的运动会帮助你的学习以及解决难题？